唔好意思啊，今集咧又见翻本台长我啦吓，我啊成日以为下白泥应该好多人去过噶，但系本台长咧实地访问嚟到嘅男男女女，佢哋全部都话未嚟过，有冇咁巧啊？唉，既然系咁啊，我哋都讲下香港嘅著名日落景点下白泥啦，去片。白泥咧就位于香港元朗西部，有分为上中下白泥三部分嘅。一般香港人最熟咧就系下白泥啊，因为睇日落噶嘛。著名食生蚝嘅流浮山咧都喺呢边噶。不过我哋今日嚟咧就有两大目标，除咗嚟睇日落，仲有村长咧导览白泥历史俾我哋听嘅喂。嗱，呢度咧，你又真系可以喺任何人等，你喺呢度影到，影到喺下白泥影嘅相，你哋都可以摆喺呢度。呢度冇人审批嘅。你觉得靓，最紧要一样嘢，我一个要求就系你打翻你个名，打翻你个名喺呢一度。咁呢度其实有好多好有知名人士嘅。我都古董喎，村长啦。呢啲唔系古唔古董啊，咁啊呢啲咧好多咧，我哋一路搜集噶。嗱，譬如好简单啦。你見到一架車仔 ，BB 車，咁呢啲咧可以係咁樣樣嘅，哇，就一架推嘅。咁呢啲咧就係、是、以前啲有錢人，咁當佢哋老婆大咗肚啊，咁咧佢會請兩個師傅用九個月時間去做嚟裝呢啲凳。好啦，好似呢一套啦，你覺得呢一套係咩嘢嚟咧？沖涼，小朋友用啱啊。呢一套咧就系执妈，呢一套架餐好多人喺度出世，香港有好多人喺度出世，呢个咧就会比较有味道啲啦，我哋中意啲有味道嘅，知唔知呢个乜嘢？呢个叫米底，米豆米豆嚟嘅，北纬三斗米二至腰就系呢种米豆啦。哦，咁隔篱呢间咧，我哋讲紧咧就系蚝嘅历史啦。蚝，其实呢度种咗蚝咧，有喺香港种蚝咧超过八百年嘅历史噶啦。你哋要知道，我哋呢度有一種蠔，呢一種叫香港蠔，全世界係香港先都有。嗯，好啦，呢一度咧，我哋係俾一啲學校，因為有好多學校佢哋嘅資助，佢哋嘅費用或者係比較少少嘅，俾咁我哋呢度咧，我哋免費俾佢哋去開放，係俾佢一路我哋會做緊呢度叫教育中心。咁我哋因為無限嘅誠意，有限嘅資源，咁啊一路慢慢執，慢慢執，慢慢執。大家帶嚟嘅垃圾帶翻走，一個要求就得啦。好啦，咁呢邊咧，我哋做緊一個叫魚菜共生，你會見到上面啲條子係新嘅。村長咧，除咗致力保育同埋推廣下白泥之外咧。村長亦都有喺度咧推行魚菜共生嘅呢種唔使用肥料嘅種植方法咧，近年越嚟越多人用啊！除咗環保之外，亦都可以美化到環境嘛，係咪？你睇下村長 set 到個場幾靚就知啦嚇。咁啊，呢度我哋有總共掛咗十九幅畫，咁喺十九幅畫咧，我哋都有講呢啲就係執翻嚟嘅垃圾啦。執翻嚟垃圾咧，你睇都睇到噶啦。咁啊，有一樣嘢唔好啦，佢執翻嚟垃圾，如果畫完啲畫之後咧，佢可能會呢啲嘢會甩啊，會爛啊，咁啊要成日要去修補咯。好啦，咁呢度咧，我哋就有講每一幅畫主題係乜嘢嘢，咁啊呢啲嘢係點樣嚟？咁你都可以去上網，俾多啲 like 啊！我哋希望多啲人去支持呢個活動。冇問題，幫你散開去。咦，我哋到咯 ，Ken 哥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到海边。好啦，我哋另外呢度介绍你啲另外一宝。哇，另外一宝咧就系呢一种，呢一种叫做起盐草，系要嚟做咩嘅咧？佢会一啲泥地，然后有一种起盐草咧，佢就会将个养分就可以渗入个泥。嗰度咁可嗰啲起鹽草喺度咧，咁嗰啲生物咧就可以喺個泥嗰度會生長到夠氧氣啦。嗯。
真系旧式嗰啲石。咦，见到啦，见到啦。嗱，呢啲系旧式，嗰啲系新式。新式嘅就浮起，唔会见到泥嘅。旧式呢啲咧就会见到泥嘅。咁呢啲旧式嘅咧，佢哋会用啲蚝柱啦，要用啲石诶蚝泥啊嗰啲柱，然后就笃咗落去，笃咗落去咧，啲佢就会从中咧就会自然生咗喺度。咁呢啲咧，呢啲你而家见到呢啲咧，佢呢个水平都唔错，我谂至少有三年呢啲三年左右。咁其实佢系需要咧，然后再攞出去，再吊吊起咧，咁就会大只好多。咁如果喺呢度咧，佢大嘅指数系会。嚟得下白泥玩咧，即係除咗睇下嘅日落之外咧，都可以嚟下呢個下白泥村呢度咧，坑叔伴我試過。因為咧，我好係中意食嗰啲豆腐花啦、刨冰嗰啲嘢咧，特別係呢嗰啲嘅時候嚟咧，有得涼咧，個人成個人都舒服曬。嚟得啲地方咧，通常都會食一啲佢地道啲，即係佢附近啲嘢食，即係靠山食山，靠水食水嘛。所以啲豆腐花咧都特別滑嘅。食完豆腐花啦，但我哋发现咧，距离日落嘅仲有啲时间啊。于是咧，啲村民就捉我哋去附近嘅农场食下新鲜水果。我发觉依家好鬼多啲农场啊，真系。嗱，上集介绍嘅义澳咧，就已经系一个农场啦。依家农场咧，被香港人定义为一个假日啊、亲子嘅好去处啊，所以要喺香港揾地方玩咧，的确大把啊！依家啊，你好好热噶。嗰啲温度太高，好熱噶！哇，就係咧，幾靚喎，暖好暖手喎，嗰樣曬咗，曬住好暖手喎，開嚟食下喂，會好，啊呢個紫色嗰只嚟喎，哇，我中意食呢只多，我中意食白色嗰只，唉，咁啲時候梗係乜都唔好諗啦，唉嗱，佢哋咧就揸住機，我咧就自己嗱嗱切一嚿啊，自己嚟食下。唉，乜都唔好讲，唉，手点啊？嗯，因为咧佢晒住软冧冧咧，亦都一个几好嘅效果啊，甜蜜梗啊。第二咧，热食火龙果都几过瘾嘅喎。喂，到你哋喂，正啊，新鲜啊，好新鲜啊呢个，即系洗完手咧，嗱咧天然嘅啲嘢，唔系人做嘅，但系好过瘾咯，好似人哋咧诶食完红鸡蛋啲手咁样啊，我去洗手。嗱，頭先咧講個火龍果啦，龍眼咧上面打望下度啦，我試下先。哎呀，你真係攞到喎，唉，都幾鬼清嘅喎。好，即場拍先，嗯，甜。誒，臨到亂摘龍眼呢啲咧，各位家庭工場唔好亂學啊。冇計啊，嚟農場玩咪有張學咯。嗱，好多人咧就话嚟下白泥睇日落，但系睇日落喺边度睇最靓咧？大家认住呢个牌，只要咧望到呢间士多，而家路沿住条路行入去咧，你就揾到下白泥最靓最靓嘅睇日落地点啦！依家去，嗱呢度啊，呢度沿住呢条路行啊，系噶啦 ，OK， 大家去睇下，年宵咁多人，你睇下。阵间点样逼一个最佳嘅位置咧？研究一下先吓，唉。即系咁样行出嚟做咩咧？我不如直接行过嚟算啦，系咪？应该，你睇而家湿晒啦，件事系咪？呢个系在水中央喎、啊。在水中央有泥影一双，仿似画在湖上。问下咧，点样？你之前有冇嚟过下白泥？冇。第一次嚟。OK， 咁点解会特登嚟嘅？因为真系觉得好靓咁嚟噶。上网见到，好多人咧以为下白泥咧就系睇日落，我都系咁谂啊。但系今日嚟到下白泥咧，我先发现呢度其实系郊游好去处嚟嘅，有生态旅游啦，有好嘢食啦吓。真系未嚟过嘅观众咧，一定要到此一游啦。不过咧，大家都要留意下白泥车路好窄嘅啫，自驾游嘅话咧，唔该小心啲啦。如果搭车嘅话咧，请你到元朗丰泰街搭33号绿色专线小巴就得噶啦。不过我都建议大家早啲出发，睇日落之前都可以去埋我哋所讲嘅景点啊嘛，系咪？拜拜。